狗哥有没有适合情侣玩的游戏？刚找了个女朋友，想找个游戏一起玩，促进一下感情。当然有，看评论。非常感谢这个游戏已经分手了。跟我一起玩这个游戏的女孩今年有了男朋友，感谢游戏让我看到了我脑瘫男朋友，好玩，已经甩了好几个男朋友。这个游戏可以说是专为情侣们量身打造的，情侣间若能顺利通关的，必将修成正果。它就是胡闹厨房。在坊间一直流传着另外一个更响亮的名字，那就是分手厨房，不对，是爱情厨房。自发布以来，89%的好评。看发布日期，总觉得好像是在暗示着什么。听名字就知道这个游戏跟厨房有点关系。这是一款多人合作的游戏，玩家们扮演厨子，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烹饪操作来达成过关条件。简单来说，就在游戏里合作做饭。关键在于相互合作，比如洗菜、烧菜、上菜、收盘子、洗盘子等等，都需要默契的配合。每个环节稍有不慎，都会导致游戏失败。俗话说，成年人的爱情不在卧室，而是在厨房。所以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为你们爱情加热的地方。当然，玩得好了叫爱情，玩不好了爱谁谁。所以一切后果自负。最后，狗哥给你一句话：老婆永远是对的。